拥有一双迷人双眸是所有女性共同梦想，但美丽电眼还需配上有型的眉毛及浓密的睫毛才是完美。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走访南台湾，探寻一处美丽桃花源，一睹大师级的金盏纹绣和美睫技艺。眼前这一位正全神贯注为顾客一根一根嫁接睫毛的人，正是今天节目的主角佳琪老师。拥有资深美容经历的佳琪老师，不论在经验和技术上都是国内秀眉及美睫界的美容教主，能够成就今日出神入化的纹绣及美睫金盏技艺，可费了许多精力。我从小自己就觉得很爱漂亮，然后也选择了美容的科系来就读，那也就这样子进入了美容的领域。在这几年来，纹绣跟植睫都是一个流行的一个趋势，我本身又对学习的部分呢有非常的一个热忱。在学习的那段时间呢，有好几年的时间是都没有开过电视机的，只为了要专注的就是在练习的上面。不论在纹绣或是美睫技术上，陈老师都不断研修精进，提供顾客最先进的 3D 纹绣及嫁接睫毛服务。传统的纹绣眉它会比较死板不自然，同时也会有变色的一个可能。那新的 3D 的工法，它的工法会比较细腻自然，那相对着它的色料也比较不会有担心变色的一个疑虑。那在时代的一个进步跟技术的一个提升，所以 3D 的一个毛流它会比较有像真的毛流一样仿真的一根一根的。除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外，店内所使用的器具及产品皆以安全性为最高考量原则，全程使用经美国 FDA 认证、符合国际标准的纹绣产品。旧的原料比较可能含有重金属的成分，那重金属的部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代谢的。我们店内使用的纹绣色乳都是采用美国 FDA 认证资格的品牌，那我们也只用美国进口的天然有机色乳，不含重金属，所以我们所使用的一切的材料都以顾客的安全跟健康为第一考量。纯手顶尖的技术以及店内贴心的待客之道，加上疗程前完备的沟通和疗程后的周全售后服务，让他所带领的美容团队赢得来自客户端的高度推崇与肯定，成为南台湾地区在纹绣及美睫界的领导品牌。有节省时间上面非常的差非常的多，就是起床可能刷个牙洗个脸，然后擦个防晒品就可以出门了，也不用再为了眉毛还要在那边画，很麻烦。对，第一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老师他会很细心的跟你沟通，然后他会跟你讲说讨论说你要的形状。另外店内更精心打造优雅舒适的环境空间，分别设有美容部、媒体部、纹绣部、美睫部、美甲部及美发部，提供爱美女性从头到脚的精致美容呵护，独创的复合式经营，提供消费者一站式的全方位美容服务。所以其实啊，我在这里从头到脚都可以一次完成，非常的方便。店内除了提供各项精致美容服务外，陈老师更不藏私的传授个人在美睫技术上的精髓，开设美睫创业班，帮助有志从事美睫工作者一圆创业的梦想。就是想要学一技之长，然后就是未来想要朝美容的方面去走这样子。因为植睫毛在近年来它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那我也想要提供给学员能够自行创业的一个机会，所以课程的安排呢不但有完整的教案，而且还能够让他们回去能够轻松创业的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个机会。透过佳琪老师为爱美女性朋友成就出一双双迷人的双眸以及充满自信的风采，更圆满了无数女性消费者内心对于极致美丽的渴望与梦想，帮你完成所有美丽的梦想。